除了在演艺事业上有着杰出的表现，任嘉伦在私人生活中也备受关注。他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态度，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于他的感情生活和个人兴趣爱好感到好奇。关于任嘉伦的爱情观和家庭观念，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他非常看重家庭和爱情，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不过他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直保持着低调，没有公开过任何恋情的消息。作为一名演员，任嘉伦与粉丝的互动也备受瞩目，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们进行互动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并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。他也经常参加粉丝见面会和活动，与粉丝们近距离交流和合影。对于粉丝和公众形象，任嘉伦一直非常注重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和言行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，也希望成为一名正能量的偶像。除了工作以外，任嘉伦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他热爱运动，喜欢打篮球和游泳，他还喜欢旅游，走遍了不少国内外的景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也十分注重健康和生活品质。这就是任嘉伦的私人生活，他的低调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让他备受人们喜爱和尊敬。希望通过这个视频，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任嘉伦的个人生活和兴趣爱好，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正能量。